三角肌通缩的拉伸，让你的搭档的话坐在一个凳子上，就是去找一块毛巾或者是一块垫的东西，让他的肘关节夹住它，向上一点点，让你整个手臂向后提拉。夹住毛巾的话是为了更好的去稳定他的整个肩胛骨，然后试着抓住他的手腕，让你手推着他的逆侧肩部，轻轻的向后去提拉。注意让你的搭档的话整个腰背收紧，抬头挺胸，同样去询问他的背拉伸的感觉。手肘的话尽量贴近身体，整个拉伸的停顿的话尽量是维持30秒钟。所以尽量放松自己的呼吸，三角肌松缩的话平时就比较难拉伸到，所以说尽量让你的搭档去帮助你去完成。 OK， 完成一侧以后我们换另一侧，同样让你肘关节去夹住它，手肘向后去夹紧，整个背部挺直，手臂推着它另一侧肩，抓住他的手腕，然后向回提拉。所有拉伸尽量是让你的力量的话由轻到重，同时询问你的搭档整个拉伸过程当中是否能承受多少的力度。正确的体位，正确的拉伸方法，会让你的训练效果的话大大增加。30秒钟的停顿，去放松自己的呼吸。OK。